社会企业社会创新，我们的 ICT 资通讯界的朋友们大家好，真的非常高兴我们 cook 了非常久，在我们的筹备阶段，当时我还是负责社会创新社会企业相关的政务委员，那到现在是数位部的部长，那我就是希望把我们本来的这个以公益作为创新的目的的这个社群，跟我们现在特别是通传，就是通讯传播相关高频宽低延迟的这些科技的社群，这两个社群能够因为公益作为共同的驱动力把它结合起来。那我就举一个例子，我们在筹备的期间，当时卫福部还有我们0110政委有提出这样子一个需求，说我们知道我们台湾有20个国家语言，那其中一个是台湾手语，那台湾手语的翻译大家可能最近有看到 Meta 他们把英语跟台语中间做了自动翻译，但是呢手语的翻译跟其他的不一样，是因为它需要用视觉的方式来做，不管是手语的机器的自动辨识，像我们在 InnoSurf 有一些年轻人做了这样子的辨识，或者是说听到这个声音之后把它比成手语及时的看到，都需要非常高的频宽非常低的延迟，不是普通的打视话那样子的频宽才就能够做到的。那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所以呢他们就问说，那是不是有可能结合我们新创产业界还有我们通传产业的这个力量，去让任何需要比手语的这些朋友们，他在存取我们的这些公共服务，就像我们现在打视话那么方便，打手机那么方便，这个就需要创新。我们现在呢可以看到，在我们现在的这个运算的能力通讯能力越来越强的时候，其实不乏有能够解决这样子问题的人存在，但是呢通常碰到了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怎么样去建立一个商业模式。我们知道社会企业就是想要为了这些公益或者弱势的这些工作建立商业模式，但是不总是都有一个商业模式是天然的存在在那边的，所以有的时候是靠劝募，有的时候是靠捐款等等的方式，但是呢这样子是不是能够永续的营运呢，这个就是很大的挑战。所以呢我们这一次呢是试用了一个从以太坊那边来的一个新的社会创新，叫做平方募资法。什么是平方募资法呢？就是我们去看能够得到我们这个奖助的这个队伍，不是看说有多少人投他一票，不是只是数人头，也不是只是说他募款的能力多好，他今年能够募到多少，而是这两个加在一起，人跟钱都是同样重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们的计算方式简单来讲，就是每一个参加群众募资平方募资的这个捐款人，他的捐款每一个呢开根号全部加起来之后呢再平方，然后用这个呢来去算说它值不值得大家的这个奖助。那为什么采用这个公式呢？就是说如果你只照顾到非常非常少数人，那不太有人认同这个概念，只有一个人捐献的话，他开了根号再平方，那就跟他本来捐的一样，并不会得到额外的这个奖助。但是如果同样的不是一个人他捐了500万开根号平方还是500万，而是有10000个人都捐了500块，那这样子都开根号加在一起再平方，那就是非常大的一个数字了。也就是说我们透过这种新的机制设计 mechanism design， 想要找出来就是它既可以照顾到很多人的福祉，又有相当多人愿意去贡献心力这样子的案子。那这个呢在公部门确实是一个创新，之前呢也都没有像这样子，也不是补助案，要说是奖助案呢好像又有群众募资的成分在里面，是吧？平常不会那么容易接触到的经济部门社会部门跟我们公部门还结合到了一起。所以在这一次呢我们也特别邀请了很多创新创业的竞赛，群众募资的平台，总统杯黑客松等等，在这个方面之前就已经做到一定成绩的朋友，希望能够介绍他们给我们的这些通传的这些电信业者彼此认识。而且呢这些通传的业者呢，只要他们想到这些方法没有涉及到个资的交换，是跟隐私是无关的这种交换，那也可以为我们的数据公益，也就是我们数位部的一个施政的重点，去找到很多新的方向。所以呢在此非常希望大家能够踊跃来投件，那我们也很希望能够看到我们这公益创新的这100案能够照顾到不只是各行各业，而是所有的每这个角落里面的每个人。谢谢。
谢谢部长的致辞，我们要请部长先留步哦，请接着要进行公益创新真爱100启动仪式。先运出比较多的钱，这个也很重要，所以就是有钱出钱，有力出业这个过程。所以我们在第二阶段的辅导里面，也会特别在加入说，怎么样把你的社会影响力用非常有说服力的方法，透过短影片，透过互动式网站等等的方式，一下就可以传播到所有的利害相关者知道。那越多人能够认同你的理念，愿意出500块，那相应我们这边就越有可能出100万加400万、100万加 X 的这样子的配合款。好，谢谢部长。奖励款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是叫补助或配合款的话，不能超过49%哦。但是因为我们是奖励，所以不受这个限制，所以也有可能你最后募到非常多的500块，结果呢，这个募的钱呢不到100万，但是呢，我们这边出100万、出500万等等都是有可能的。好，谢谢部长这个蛮详细的说明哈。那我们的简报资料其实附件，好，我们就这个浩俊有想到这一题会被问，所以我找同仁正在打，可是还没打出来哈。那个就是方程式，方程式的部分是开根号 x 加根号 s 加根号 s 加起来，然后花五的平方等于 y 啊，所以有 n 笔赞助啊，所以你这样讲完还是没有人听得懂。所以需要做一些转译哈。那我们其实数位产业署就是希望能够跟产业之间有很好密切的沟通，所以我们把这个产业的需求转译给各行各业的主管部会啊，有些跟金融的，我们就会跟金管会来做转译；我们跟交通的，我们会交通、观光等等的转译啊。所以呢，你们怎么到现在还没有连投影片都没翻出来啊？不过这个有公式的，那其实部长刚讲的非常清楚，就是我们也透过募资平台的部分，然后由众人来决定支持的排序。那有些提案可以经过这样计算之后啊，就可以看到有没有这个有点难的方程式。然后呢，方程式之后，我们还有案例哦，所以群募网站甲、群募网站乙，然后这样加一加之后，经过这个方程式转换之后，计算的结果 A 提案来排序是优于 B 提案，好，所以募资的总额也都可以做计算，好，如果还是不清楚，没关系，林浩俊组长在那里，等一下让你问到饱，好，好，那我们第二题问完了之后，高部长，我们可以继续啊，是，继续下一题，非凡电视问，数位部为什么特别推动公益的创新？这个概念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我们请部长回答。是，其实我们之前在推动社会创新这个方案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说，其实政府各个部会，好比像说卫福部啊，或者文化部啊、内政部啊、农委会等等，其实为了公益、照顾公益的这个目的，本来就有编相当多政府的预算。然后呢，也会有很多新创业者跑来找我们说，只要用他们发明的这个新的科技，那本来呢需要这个1000万才能够做得到这些公益的 KPI， 他现在只要100万就可以做到了。如果还给他1000万的话，他可以做到10倍，也就是 SROI 等于10嘛，投1块钱可以有相当于本来投10块钱那样子的效益。但是呢，这些新创业者呢，跟本来的这些部会常常并不是那么熟悉，他们可能是经济部辅导起来的，或者是交通部或者国发会等等辅导起来的，也就是说，并不保证说他们能够说服本来的主管机关，甚至在本来主管机关一些比较是想要保持这个既有的社会秩序的一些法规的命令底下，还会觉得说，透过通传其实就是远距的意思，透过远距来递送这些服务，真的合法吗？真的合规吗？各自上面会有问题呢？自然上会有问题呢？等等。那等到这些都没有问题，都已经确立，甚至法规命令已经修正了，可能已经5年过去了。那5年过去的话，新创也不新创了。所以我想，我们的目的其实就是能够尽量缩短这段媒合的时间。透过我们数位部，我们有资安的专业，我们有资料科学的专业，去确保说，不管在资安还是隐私上面，是绝对不打折扣的，是在完全不涉及各自的情况下去做这些通传的创新，就可以更快的让这些有监理能力的这些，但是也要照顾到公益的这些主管部会，能够了解说，那你投资在这个上面，很快的就可以看到让大家既安心又省力的这些 social return of investment。好，我们谢谢部长。那有哲商行来问，请问只限制有资讯技术内涵的提案参与吗？各类永续议题的社创组织是不是都可以提案？资讯内涵还不够啊，要有通讯内涵，要么这个是通传创新。
通讯是就是不管点对点啊，或者是几个人群组啊，传播那当然就是一个对非常多了。那不管是通讯还是传播，任何通传形态的创新，它都是让能够递送这个服务的人跟接受这个公益服务的人，不一定要在同一个地方，甚至不一定要在同一个时区，它还是可以跨境的去递送这个服务。那事实上呢，我们数位产业署专门负责的就是让各行各业的这些创新能够所谓 born global， 它在规划创新的时候就能够往全世界提供服务。所以我们为什么到最后很成功的跟我们的国科类科技办公室能够拿到这个经费，就是说服他们说，透过这样子大家对于公益的这个需求，我们可以找到全世界，因为17项永续发展目标不是只有台湾有啊，全世界都在专注这17项永续发展的目标，能够解决我们的社会跟环境问题的，也可以解决全世界的问题。那虽然我们这边看起来是投资，可能一下子没有商业模式，但是如果你能够解决全世界的问题，你就可以吸引全世界的我们的影响力投资者。那所以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我们在特别注重在通传的模式的创新上面。好的，谢谢部长。那另外有一个匿名者是来提问，因应弱势团体的多位需求跟特性不同，请问公益专案如何达到公平性？如何选择最合适的提案来执行，达到希望的商模？这个据说是可以开那个三年大学的课程，有专门的社会创新学程来回答这个问题。不过我如果要很简短的说的话，其实像平方募资跟刚刚这样子就是一对一的这个指导啊、辅导等等，它都是希望能够把你的这个理念，就是你的 mission 啊、你的社会使命，能够尽快的扩散给，说不定他手上也有某一部分的创新跟你搭配之后，就可以更好的解决问题的，我们叫 co-creator， 就是共创者的这个手上。也就是说，如果你的这个 mission 它是真的能够解决问题的，就算你现在手上能够解决的这个方案只能解决1%、1000%，那么都没有关系，它好像石头汤一样，好像一个种子一样，就是只要你能够吸引认同这个模式的人，那到最后一定是能够互相发现。而且就像刚刚讲到，因为是通传的创新，所以说不定握有最主要的那一份这个解决方案的人根本就不在同一个时区，说不定语言也不一样，文化也不一样，但是加在一起就可以解决这种世界性的问题。所以跟全世界一起这个组队打怪啊，这个就是我们在数位部，我们在新的这个社会创新行动方案里面，我们特别是注重全球国际的这个部分的主要原因。所以我想就是第一个，扣合17项永续发展目标；第二个，不怕让大家知道你的半成品或甚至1/1000成品啊，透过这个方式尽快的扩散出去。好的，谢谢部长。那小优呢，急起直追，按战线跑到前面了。好，这一题可能要浩俊等一下上来前面回答一下。第三阶段一定要成立新公司？问号，如是旧公司有成立年限吗？来，请浩俊，那个组长库克那么多要来上来回答一下。那顺便介绍一下小优哈，他是全球社会创新股份有限公司啊，他的叫做林优信，来，请浩俊。我这里我说明一下，那第三阶段就到进募资期了，那是要成是要公司啊，但不一定要新公司啊，旧公司也可以啊，就是没有连线，但是应该要公司先来进募资，这样会比较有限的规定哈，就这样理解，谢谢。那他顺便问一个，第二阶段后可以不可以合并团队？就最主要是个概念是能够实现为主，所以原团队一定是最核心的团队，不能消失掉，对啊，哦，那在原则上是这样处理，对。那合并团队那可能是扩大或什么，那我想那应该是在对团队里面加人当然是可以的，跟总统会议各松一样嘛。我们选到了20案之后，哎，没有到前20案的，他看平方投票法的结果，哎，就跑去加入那前20案，所以我想这个应该是比较没有问题。好的，谢谢。那飞扬电视也非常踊跃哈，所以现在前面几个按赞4个的都讨论过了。飞扬有2个问题哈，公益团体以及社会弱势的需求很多，要怎么透过真案选出具有社会价值的提案？那另外一题是，未来这些好的提案如果不属于数位部的主政范畴，要怎么跨部位合作？谢谢。
谢谢飞翰，两个提案一起好了。除非你提的是一个资安解决方案，不然九成九都不在我们的主政业务范畴啊。我们是零监理啊的一个部会啊，所以我们一部二署完全没有任何监理性质。所以我刚刚提到那些有监理性质的部会，不会因为你在这边提案，所以你就自动不受他们监理，绝对不是这样，而是我们是一个部级的沙盒，我们来了解你的这个实际的状况。我们可以帮忙，甚至自己试用都没有问题，然后我们再去跟有监理能力的部会说，哎，这个团队我们自己试用过了，这个神农尝百草嘛，这一百案说不定我们都要自己用用看啊。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哎，我们说不定中间有发现一些资安问题、隐私保护的问题等等，但是我们都会很负责任去把它解决掉。解决掉之后，我们再去告诉主责部会说，哎，那这个是值得信赖的这样一个新的创新的模式。所以我想绝大部分的题目不会是我们的主责，但是呢，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一个发动机、一个莫大的角色去驱动，你的这样子一个创新的提案变成值得大家托付大家的这个时间、大家的心力、大家的募资等等进来的这种提案。好，谢谢部长。那中华儿童体育发展协会这个按照集体职规之后，追做一个那个15分钟前的，我先问你的问题好了。心脏的形象非常棒，也很呼应我们推广运动。孩童的健康发展跟身体活动密不可分，科技工具与通传资源非常重要，体育推广也更需要在各城市落地实践，这部分没看到如何来协助。我想推广全民的运动习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公益啊。那像我这个因为小时候心脏病的关系，我40年都没有运动习惯。那结果后来呢，我现在培养起运动习惯的方式呢，就是健身环大冒险这一类的活动啊，或者是在 VR 里面的上次呢射击嘛什么之类，就是说总是要把它这个寓教于乐啊，就是去让这样子的体育的活动以及运动，把它变成一种好像很有趣、很好玩的这样一个游戏。那如果我能够就是在不管是 VR、AR 或者是这种沉浸式的环境里面，虽然跟我不是在同一个房间，甚至不一定在同一个时区的朋友，都可以一起来竞技，哎，这样子的话就好像运动就好像电竞一样了，这样我就很有兴趣了。所以我想对很多小孩和好朋友来讲，其实这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说如果是个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就是自己觉得很有趣的事情，如果能够跟全世界同样有趣的朋友有一个社群一起分享的话，那是更有意思的。那在以前我们通传的频宽还不太够的时候，要么只能跟很近的好像同一个学校的人一起 intranet 来分享，要么如果跟很远的话呢，那都是一些比较文字形态的或者是卡片游戏的回合游戏等等。但是现在在 5G 啊，甚至未来快要到 6G 啊等等的这些方向里面，其实大家都是共同在场这样子的一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对于推动运动习惯也会非常的有帮助。所以很欢迎大家来互相想一想可以怎么样透过通传促进大家的健康，这个也是一种公益的障碍。好，谢谢部长。那我们开始进入按赞三的哈，请问不论是社会影响力或是影响力投资，最终都是需要对全球与社会有良善的循环，不只是串联企业公益以及各类型投资人，更需要长远经营才能发挥真正的影响力。请问数位发展部对此的有序策略与规划？这个感觉完全是产业署的题目，是他署长来回答一下。我想这个其实真的你问的问题非常好，就是社会影响力或者是影响力投资，其实都是最终的一个循环的部分。那因此我们当然也会特别着重在未来的有序策略与规划。所以这也为什么李怀仁市长请我们说，那政府有哪些资源，比如说国家基金，比如说中小企业处，或者是其他部位的资源，那我们会有一个团队我们有专属的办公室当讲后续会在第二阶段做很多的辅导之外，其实在我们最后后续的永续策略规划，因为它重点是要出来 social ROI， 所以这样的 model 除了刚刚部长提的VIS 之外，我们其实就是希望找出更多的模式，让其他的不同行业是可以来做这个参考我想做这样的回答。那部长，我们是不是进下一题？好，下一题是，可以办一些交流活动吗？但是我们有想法，可是不知道什么是通讯传播科技。
很好的想法，对啊，就是我们交流活动会办哈，那组长在这边，你看他就是亲力亲为哈，所以呢，未来的一些交流活动说明会啊，大概也会跟大家做说明。那什么叫做通讯传播科技的部分？你拿起你的手机，手机里头的也都是通讯传播科技的一环啊，你可能。欸、在用，可是有点、欸、不知道它为什么叫通讯传播科技、啊、它因为用的是 4G 或者 5G、啊、在做 telecommunication 的部分，那当然在里头可能有你的 LINE， 有你的脸书，其实现在还有我们批公文，部长也让我们做行动自然人凭证、啊、所以我自己的生物识别加上行动自然人凭证，加上每一份公文可以产出 QR code， 所以呢，我其实在这里我也可以批我办公室的公文，我想这个都是在你的生活当中，只是我们在数位产业署努力，希望把这样的你生活的体验在产业里头让它发展得更好，让我们因为数位科技的导入，让台湾的产业发展得更有竞争力。好，那部长，我们是要不要下来下一个？好，下一个是可不可以简单说明初审一百案的评选标准？那初审一百案的评选标准呢？其实我们在侦案的时候。刚刚简报的这个页码是第七页了哈，第七页在创新侦案的时候，针对社会价值、影响力，还有创新性、可行性，因为你提案进来，大概针对这个内容，我们会去做评选，所以叫海选。那海选出来，会不会每一个都提出来都是 VRS 这种，帮我们这个身障人士的部分，能够透过这个影音还有。Voice 来去做这个一个交换站的部分，请更多的手语老师来做，会不会全部只有这一种？我相信不会。为什么？台湾是非常非常多元创新的一个社会，所以呢，也要拜托大家多报道，让更多人来提案，那我们海选就更好海选。啊，如果来的不多，那我们就很难海选啊。哦、所以这个部分、哦、我们会有办交流活动，而且我们评审的部分，其实你只要针对这样的一个创新的案例。提出你可以做 POC 的认证，而且讲得清楚，那其实海选的部分有100案，我们努力来跟大家一起做这样的一个公益创新的做法。那部长我们下一页吗？是。更详细说明平常募资，这刚刚讲完了，整案的对象有没有限制？另外平常秘书的平常募资法的计算是自己找募资平台，还是要有同一个平台上募资？这个恐怕又要耗聚代劳一下。来，请。我想我们昨天就有很多一些那个优雅的募资平台，我们开始我们会跟这些平台做合作，它可以配合我们这个活动的好的这个经营方式，那我们都可以欢迎在这些平台上面进行。好，所以说没有特定说你可以，但已经跟我们。刚开始内推动是合作关系的平台，你要做一下。好，谢谢阿旭。那因为我们部长后面的行程大概剩四分钟，所以后面部长你是不是有几题你挑着讲，剩下就全部我来讲。是，对，我看有几题问的是说，有没有去限制说，到底所谓公益的这个范围啊，或者是刚刚那个对象，就是他的题目的怎么样子挑？我想刚刚我们秀出那17个就是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的 icon， 其实只要在那个范围里面的，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就是公益。那如果需要更细节的描述的话，不管是我国的这个国家的永续发展的相关的指标，或者是说，在联合国其实169个细项的指标，如果有参加像 USR 就是大学社会责任的团队的话，其实应该很清楚，就是它是好像那个建能纲目课是怎么样去编到非常非常细的具体指标，所以只要你能够 deliver 的这个 social ROI 就是社会的投资报酬率，至少有扣合一项这样子的细项指标的话，我们就会认定说它是具有公益性的、哦、这个是比较具体的说明。那另外就是说，刚刚有人问说，好，那最后就是要接受投资啊，像国发基金啊，那一定要这个公司形态嘛？但是如果现在就是社团法人，就是公益团体，就是协会或基金会的形态的话，那是不是就走不到最后一个阶段？那这个具体的两个可能性啊，两个建议，
一个是说你可以跟在过程里面加入你刚刚讲到每个人手上有一片拼图嘛的公司形态的团队来合作，这个我们在国内的公益界看到相当多。那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像国内也有的这个社团法人，他最后呢是透过这个特别股的方式，他等于开了一家公司，但是那个公司的否决权或特别股是掌握在这个协会的手上，等于是这个非营利组织去 own 一家公司，这家公司他的投资者还是一样去分到股权啊，就是还是有这个分润啊等等，这都是非常正常的。但是呢，这个公司不会使命漂移，就是说不会变成做一做，哎，去做跟公益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事情，因为这个非营利团体还是掌握着不管是特别股或者否决权在手上。那这个我想也是国内的公益创新界、社创界其实已经设计出很多这样子闭锁型公司或非公开公司的一个范本了。所以如果对这个有兴趣的话，也很欢迎去找我们这个社创界的朋友们来一起合作。其实他们在执行这样子新的组织形态上面都已经有相当多的实际的经验。那我是不是就先回答到这边？好，谢谢，谢谢，谢谢部长，我们掌声热烈，谢谢部长，非常感谢部长，部长，谢谢，抱歉啊，那我们就然后我就继续来，浩俊你就坐上来。好，我们还有几个题目啊，因为这个有问了这些课题啊，我想可能我们还是要逐项来跟大家做一个报告哈。所以我们现在刚刚讲到是平乱募资完整案的部分，100案都会有辅导吗？请问浩俊。我们会办理这些，比如说工作坊啊，或者一些交流活动，所以我们都开放请这个过去100人能参加啊，所以说我们都会去辅导，就这样的辅导工作，所以这个应该是 OK 的。就只要进来，我们海选100啊，目标进入海选100，就有辅导团队来辅导啊。第二个，如果我们有没有未来有好的提案要执行，肯定会有跨部门合作。那因为部长离席哈，如果部长他有说，可不可以请部长帮忙补充说明？跨部门合作就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就刚刚有在筹备的时候，我们就各自也该打电话的也我亲自打，然后该拜访的等等，我们都来进行啊。那这个其实我们过去在公益局的一些工作模式也是如此哈。那如果我的署长的层级大概不容易达成你们的期待，我会跟部次长这个请求支援啊，所以部次长会带着我们啊，所以基本上这个部分跨部门的合作，我们会来去做努力。那下一题就换浩俊了，公益团体可不可以报名参加啊？有没有？是不是一定要有技术能力啊？可不可以帮我们做媒合？好，我了解说，那公益团体它很多一些想法哦需要落实，也许技术这份比较多一点，没有一些手续，所以我们会去协助去媒合，找适当的团队，看能不能把这个实现出来。哦，但这部分如果有些想法，我们后续会陆续会去联络跟接触。我想这个我们尽力去促成这个好案子能够提出来，一个好搜寻能够获得解决。好，那下一个台湾消费者保护协会提问：如果是创意的方案需要政府支援，甚至加入，也是可行的吗？啊，支援的部分刚刚讲，我们去协调等等，这个都没问题。那加入的部分，浩俊可不可以？我想只要有好的创意或好的一些想法，加入我们就非常的，因为这门是开放的呀，对啊，所以这是希望有好的首选，有好的想法，可以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些提案。好，很好，就是纠团可以啊，跟刚刚讲，你到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有新团队要加入啊，原始的要继续走。哦，所以呢，你有一些部门还愿意大家共创这样的POC 的验证，那这个就是也是一种神农氏尝百草啊，那能够让这个像我们 VIS 其实就是为无辜社家属帮忙很多啊，但是那个模式当然应该这个是平乱一政委正在往前 cook 当中啊，那如果比如说小优的平乱乡，它有新的另外一种模式，那需要一些社服、社政等等来协助，那我想其实把模式讲清楚，把概念能够验证。而且最终可以有序，我觉得这个方式其实是可以的。再来又是群众募资的，又要回到浩俊，这太难了，我实在不会。好，那又来浩俊。好，群众募资有限制的，刚才有提到，其实没是原则上没有限制，我们会跟国内的这些优良的这些群募的平台合作。哦，那到时候会也在网上公告一些合作平台，就可以在上面做募资的一些动作。那这有提到说，如果有团队用高额广告去鼓励民众在
我想我们在机制上是有设计，因为至少要有基本门槛在的哦，就是说500块才算才会计算，所以你要用很多一些广告去创造也没那么容易，而且有排除条款，排除说刚才提到，如果是重复的是不算，嘿啦，就是你同时在三个平台都同一个人去计算，就会排除掉，好、哦，所以在基本上维持一定的公平性，那就叫我们的希望达到是说越多人支持就是越好提案，好、哦、这个精神来努力。啊、好，谢谢浩俊。那下一题是说要有 technical project manager TPM 的模式，让双方有更好的一个对接了哈。那一般公益团体比较难有这样的角色。那请问增建时有没有 TPM 的协助？增建的时候我们会有推动办公室协助增建，可是海选嘛哈，所以海选完之后，大概一对一的这个业师辅导等等这个辅导团队才会比较聚焦了哈。啊，所以前段的大概要看technical 的程度到多深啦、啊，比如说刚到群众募资的，我就必须 call out 请这个浩俊，好啊，这个因为人力资源还是有限的、啊、我们能够尽量在协助就尽量做协助，不过在海选阶段，恐怕 TPM 没办法那么深入下去，那大概基本的一个回答是可以的，那再下一题，奖金要不要缴税？要。要缴税、哦、因为这个缴税是国民的义务、哦、我们每年五月都很痛的缴税、哦、但是也是因为你们缴税，我们才能办这些不同的一个创新的活动。再来，会和哪些募资平台有什么样的合作呢？来，好，我再说一下，就是说我们想法是说，募资平台它可以配合我们这活动进行的方式。第二就是它可以到时候因为要计算所谓的募资的成果、哦、的一些，它可以配合我们 提供这些募资的结果、哦、那这个我们就会列入合作对象，对啊。好，谢谢。那非常电视这一题可能因为部长离席啦，不过因为他在前面的支持以及在回答当中、欸、有部分回答。那非常电视的提问是，公益创新正案100是数位产业署成立之后第一个扩大和民间合作的计划，那部长对这个计划的期待是什么？我想这个因为我是署长，接受部长邀请来担任署长这个工作，我们其实最大的期待就是希望能够透过增案的方式，让新的 model 新的创新能够经过概念的验证，而且能够到这个 SROI 的部分能够讲得清楚，所以部长大概给我们的一个任务就是说希望能够有更多不同的面向来推动我们数位产业的发展，尤其在数位包容或者是永续发展上面怎么去做推动。那我想这个部长的这个期待大概我做一些转述啊，其他的大概致辞中他其实有提。然后在下一题是公益结合通传可能在实务上会是跨团队合作，届时提案只能以 NGO 为主体提案吗？如果登上群众募资的提案团队是非盈利组织，那募资的时候是不是要有相关公益圈募次号才能符合卫福部的公益劝募规范架构啊？这个超级，我再解释一下，就是提案，就是提案就是你要有想法跟要解决方案两个要一起搭配来提案，好、哦，这是在正案100的一个模式。那到这、就是到第一阶段，那第二阶段就是要把它建制出来，好、哦，那可能是一个 app， 是个软体，是个平台，好、哦。那这些必要建制出来，这是第二阶段。那第三阶段就是大家屏幕最常问的问题，就是说要成立公司，因为到屏幕阶段是要进行有的募资行为跟一般所谓的劝募应该是不太一样的。那不是我不是做是跟劝募是不是做劝募的行为，而是说要把这个能够实现，能够营运，对啊。所以募资是为了它能够长期营运，而且能够很多人支持的结果，所以它不是用劝募般的公益劝募的架构的。就是劝募的部分，因为卫福部有它的公益劝募的一些相关规范，而、啊、我们这个是鼓励公益创新的增案，然后经过编列预算，然后去争取立法院的支持，所以两者的所依据的当然是不一样的。那能够有更多的创新在这块土地上发生，其实我们能够更对这块土地或者是这样的领域有新的做法，所以两者是没有相关的。好，那再来test 不用回答哈、哦。那提案的审核标准刚刚讲了，参加者一定要成立公司吗？第一阶段不用，第一阶段都非常开放哈、哦，要
你个人、团体或者是组织，都是有想法的一些，都可以来个体来报名哈，这才可以申请。这第一阶段没有，然后第二阶段也没有，第二阶段就是要把它做出来。到第三阶段就到募资期，就一定要公司形态。好，所以还有没有资格限定？就第一阶段只是非常开放的这样。是，就尽量大家能够发想，然后把事情往前推动，这个创新。但是到最终要到募资的时候，这个时候公司形态就必须呈现嘛，哈。然后再来，数位部开始的公益创新的提案，未来会不会和之后新的社会创新行动方案有没有连结？我们应该是不排除的哈，就是说，但最开始我们也开放，就是以前在一些竞赛或一些有一定的一些成绩，他后面有新的想法想要加入，我们直接能够来进入这个正在一档，就是我们来努力把这样的公益创新努力能够把模式找出来。那如果当然做得好，人家才愿意把这个社会创新行动方案让我们有连结嘛。啊，所以神农市场百草可能有时候嘴唇肿起来，可是两三天之后消肿，那就还就可以。但是尝完发现好像不一定有效，我们就要做一些修正啊。当然，这总体还是希望能够对于创新能够有更多的一个面向。那最后两题哈，部长是数位专家，可不可以对数位公益如何落实数据去识别化，资料面如何打破企业跟企业间与公部门之间的藩篱？也就是 open data 更 open， 那还有目前是不是有数位公益跟产业发展生态圈共融的政策？除了像今天的真案办活动之外，来进行说明。那因为部长离席了哈，不过我们今天主要还是在公益创新的真案。那对于做实数据去识别化，或者是以后这个在数位经济时代之下的这些政府上 open data 怎么更 open 啊等等。因为在部内有一个多元创新师啊，那我们其实过去在买 data 或者 open data 在做产业化的话，怎么去做师跟属之间的协作，那以及呢我们在国际连结等等啊，那这个部长大概在数位发展部成立之后，他有所谓的三发啊，部本部的六个师大概是社会发展、国际连结，那我的产业署就是数位产业署，做的是产业发展。那最后一个发叫做那个自动安全，因为它要因应毒啊事变的这个治安事件。那所以呢，除了侦探办活动之外，肯定是有其他的啊、哦。那这个在往后的这个一些我们的计划推动，或我们在施政上面，就请大家再给我们部内还有署内能够更多的指导。最后一个是荒野保护协会说，请问公益创新方案如果没有盈利行为，后续有任何资助吗？来，这个浩君，其实我们在规划这案子也去拜访很多这些社区团体或是一些企业哈，他们做这些公益创新有了这样的经验。其实你会发现有一些很成功的例子，他们是可以营运的，找到一个适当的营运模式营运。那原来这想法也是希望说，借由这样的机制，屏幕的机制，而当有很多人支持，表示这个是大家肯定的一个计划或一个 case。那我们后续是希望能够连接更多的资源，所以我们可能会找像一些挖机也好啊，或一些民间的这些基金会也好，或一些投资一些机构来支持他能够做 long term 的营运。好、哦，那这是我们需要的目标。那如果能验证这样，应该是可以符合所谓的公益创新这个的机制啊，对，以上我做这样补充，谢谢。好，那我们 Slido 的都提问完了。署长不好意思打扰你一下，就是刚刚因为中央通讯社还有15个赞，直接被置顶了。置顶啊！对，然后他的问题是说，这一次真案总奖金寄出7200万元推动公益创新真案，那概念上对一般人来说比较不清楚是什么样的提案类型。刚刚部长致辞的时候有举例说，像是手语通传案例之外，我们还有没有观察到国内哪些公益创新概念是有机会来申请，并且让后续商业模式发展起来？那后续又如何协助真案可以长远发展，进而实际落地呢？
好的，谢谢中央通讯社的发言啊，这个抱歉啊，因为年纪老的字典都没看到啊。那这个题目问得很好，就是说，VRS 是比较好懂的一个手语通传案例啊。大家因为我们现在是指挥中心每天的这些手语的老师帮忙比这个，然后怎么去让大家打电话哦，觉得这个其实比较容易懂。可是我们其实在库克这个公益创新的时候，就为什么我会请组长 A 要去跟我们这个林小信来做请教小优啦，小优啊，好的，然后林优信哈，那就是他的平安箱其实概念非常的好，那我觉得其实因为他过去跟我一样都是宜兰人，所以我就认识他，那请他去讨论看看回来，这是一种。另外呢，像林数据啊，他可能是做数据公益的。好像我们林崇伟林老师啊，是长期也都在这个领域啊去做扎根啊，看过的评审的案例也非常多，所以呢，今天其实为什么会请这么多贵宾来，就是希望说，大家来共襄盛举。那其实我们今天连天下杂志教育基金会林乐祥执行长也都请来，我们很多的工协会，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中华创业育成协会的许文川许理事长，社企流的这个林创办人等等。这个其实都是会有很多 model， 所以中央社问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我们希望说更多的 model 跑进来，然后呢能够讲出来它的概念。但是因为案子还没进来啊，所以我们大概就以现有的先去做咨询，然后把这样的制度机制建立起来。那等到我们海选完，到明年1月9号进来之后，这个 model 慢慢的就成型。但成型会不会立刻成功也不一定，为什么？因为有时候有概念，但是没办法去落实。所以呢，概念的验证是很重要的。所以这时候这100案，我们就开始有辅导团队，让他概念验证进去，然后同时真的把它讲清楚。讲清楚完之后，公司成立了，我们用平方募资进来，然后做永续。所以你对于最第二题是后续如何协助真案长远发展而实际落地，这个就真的是非常重要。我们做完这样的概念，做完这样的资金的第一桶金开始有可以把它完成之后，后面。它其实才是最辛苦的，为什么？因为它跨越所谓的死亡之谷，要进入市场里头。Social ROI 的模式，其实有时候会赚钱，有时候不一定会赚钱，可是有时候是省钱啊。比如说 SROI 这种的这个 VRS 的模式，其实它是可以让更多的一些比较弱势的团体不会因为数位的发展而落后的。我们应该是一起。应跟着数位的潮流，把我们这样的工具能够用得更好，而不是越发展越会使用的啊，越来越落后，越来越好，可是比较不会使用，它就落后在后面，那这个比较辛苦。那其实这个 social 的价值，那这个价值怎么算？其实有时候不容易算，所以就用我们高中化学有算过几摩尔几摩尔的当量啊，所以呢多少的当量等同是你要编预算才能创造这个价值，可是你这个预算。透过民间的创新，透过大家的努力，把它在这块土地上去实现，能够有一点当量型的 social ROI。我想这个是大概部长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努力来做。那看组长有没有要补充？因为这个广回答，所以要两个人回答。两个人，其实刚才都把很重点的这个推上。我想这个。因为我们在规划过程的确也思考很多，就是社会创新、公益创新这些事情是能够做 long term 的营运这件事情，我们也探索很多的一些可能性。那运用这样的机制，希望能够就是唤醒，就是说为什么用平方募资？因为我们因为验证所谓是很多人支持他，很多人支持他，那表示他是个很重要的一个活动跟资源。所以我们在推动过程中也看到很多的成功的社会企业。的确是这样过来的，对啊，他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入点，然后的确这是社会的需要，然后大家就会来支持这样的一个营运活动。那我们政府用这样机制，让它能够更快能够实现而已。然后那通常就是用来解决的可能之间的一些问题，然后创造更多的创新。我们希望这活动能够在大家能够有支持，能够真的能够使这个营运能成功。那也谢谢大家了。好，那我们问题都回答完，因为其实
有些媒体记者可能或许要访问林崇伟啊，中社企创办人啊，也可能要访问特别是电脑工会这个杜全昌总干事，那甚至是社团法人台湾社会创新永续发展协会的杨坤修理事长啊，还有我们创梦市集啊这个副总经理，或许这个他们从不同的面向，那怎么样一起共同来推广？那也谢谢各位媒体女士先生大家的帮忙，那我跟浩俊站起来要跟大家鞠躬，谢谢大家，来谢谢大家一鞠躬。谢谢，再次谢谢署长还有浩俊组长这么详细的说明哦。那我们今天的整个启动记者会呢，也在这里先告一段落。如果说呢，现场的媒体朋友们还有贵宾有什么问题，浩俊组长可能稍微辛苦一点，还会在现场，我们可以再继续跟大家后续再交流一下了。